刚出社会的时候，然后就是老鸟，有时候突然有一天就突然找我说，哎，这个会议室里面有个紧急会，赶快进去。啊，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你都进到会议室里面，然后你就发现那大头都坐在一边，然后就这时候就有个老鸟起来跟大家对不起，就说各位长官很抱歉，那因为这个新人他犯了一些错，然后可能是没有经验，那请大家多多包涵。事实上是你的错吗？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顶罪耶，就扛耶。对，然后后来又发现说，公司经常会有这种紧急会议，后来我就不太敢参加。然后后来他都进去了，但是都转过来说，有看到我背上的锅吗？辛苦辛苦。好，那今天我们请到三位专家来，要来好好跟我们这个聊一聊。就进入这个社会大学之前，大学之前呢，我们常常都会到这个社会上面先去打工，但是会遇到老板，但是老板呢会怎么样的对你，怎么样欺负你，怎么样陷你于不义。我们今天有几位大学生要来好好控诉一下，是不是？首先要问问看大学生，你曾经碰过老板哪些奇怪的行为，让你百思不解嘞？小玉嘛，很帅哦，电视上说老板怎么样，来说。没有，我离职了，我离职。但是那个不是老板的，那个算是店长。对，然后因为他我们店内的有一个马桶，其实他就是不通，就是他的水排水系统已经坏很久了，然后店长就很喜欢去那边大便。好，对不起，就是去那边上大号，然后没上完大号，他就会出来，就会跟我讲说，小玉，去那个厕所冲不掉，去处理一下。为什么？因为我刚进去，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是第一份打工，所以你是最熟悉那位店长大便形状跟颜色的人。但他每次都是因为那个，我觉得拉肚子就算了，他就是那种很完整的，很完整的，你又要开始拿盐酸有周期的，然后把它弄到就是化解掉，然后用夹子把它夹碎，慢慢通，详细哦，真的。亲了一个多月吧，他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就上个一两次啊，然后每次都叫我亲。然后后来有一个比较资深的老鸟就跟我讲说，店长就是要整你，说其实刚进来的每个人就是常常被他弄。小心，我最怕遇到鬼打墙的店长。我觉得那个鬼打墙店长是说，我们那时候一楼跟二楼是不同区，那楼上有植物，那植物叶子黄了要剪，那土要翻要浇水。他说小心，现在比较闲，你去二楼去用。我就跑去二楼弄，一去二楼他就那个用对讲机骂我说，柜台那么忙，你跑上去用植物干嘛？我就跑下来赶快结柜台，结账到一半他看着我说，那楼上的植物呢？我就再跑上去。那时候他是不是更年期啊？我不知道。那我来回两三次，我内心想说，要不要我把植物搬回柜台？就是觉得有时候店长会让我不懂他的标准在哪，他可能随着心情，然后上一秒跟下一秒标准完全不一样。应该很喜欢使唤你啊。没有，真的我没有碰过主管是刚好更年期那几年，真的就是这样哦。他刚跟你讲过的话，然后我们说，可是老板你不是说这样？还有我哪有？我刚哪有讲？然后所有在旁边就这样，大家就这样交换眼神，是啊。然后你就再去，比如说照顾植物，他就说你为什么不下来？然后你刚不是我哪有？哇！后来隔了很多年后，我们就知道刚好那几年真的是他更年期。就情绪非常不好，对，很难控制，他自己也很难控制。好，那我们今天几位大学生呢？这个刚刚都是小问题，跟这几位比起来，首先第一位控诉者是大总爱，就是我曾经有在那个一个私人的补习班当助教，然后那个带我的老师非常喜欢找我茬，像第一点呢，他就很喜欢就是他的工作内容是每天要去帮他买中餐，然后帮他写板书什么的。好，我先讲中餐好了。他的中餐呢，每次他说他要吃面好了，我就去帮他买面。他买回来，他就会，他不是像一般人嫌说怎么很烫或怎么样。他说你今天不是去我要的那家买的哈？我说是啊。他说明明味道就不一样。我说可能煮的方法不同吧，我也不知道。他就会每天呢，他要吃什么，然后可能三天两头就一直说你今天买的东西又不对又怎么样又怎么样，然后要不然就是我写的板书我明明字也都没有到很丑，他就会说你写这样我看不懂，更别说是学生，然后就直接在我面前把它擦掉叫我重写。他最高纪录跟我擦过五次，我觉得那时候就有点很不开心，然后这样就算了。他有一次像订书机好了，从到照道理讲不是都要这样钉吗？你知道他叫我怎么钉吗？他说要这样子三格钉。我说这样子人家要怎么翻，这样好丑哦。他说是我老板还是我带你，你带我这样子啊。然后我就照他的话把它全部都重弄，然后重钉。然后像第二点也是啊，第二点就是有时候像下雨天嘛，我就会穿得比较轻便，像穿夹脚拖，他就会说你今天是来上班还是来海边的、啊，
我就说，可是外面下雨啊，这样穿鞋子不舒服。他说，我管你舒不舒服，你就是要体面。要不要帮忙写一下八点档的台词啊？我都觉得他很烦，他很夸张的那种婆婆啊，很夸张，非常夸张。那时候做大概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辞职了。那我要问大学生，你觉得这个老板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他是求好心切吗？还是就是要整他？小杨觉得呢？进演艺圈牺牲很大，桃子也曾被恶整到流泪。演艺圈待那么久，有没有遇到就是会常常碰到那种很委屈的事情？又叫我金鱼就拿给我吞，我说吞进去啊，他说对啊，啊我就一直吞两个。